对，就但是来来回回，就是有时候白天聊就到，然后晚上就不行。那你大概叫整个东西就是生化之后，你大概想想。哦，好，瘦多久？现在第四个月吧，花了四个月左右。然后，我觉得运动跟饮食少油少盐，其实我试过了一些像生酮啊、彩虹啊，然后我觉得像生酮，我就是觉得要大量吃油，我自己是过不了自己心理这一关的。然后，所以我就用彩虹饮食，是觉得又健康，然后又没有太多负担。对，大概会，我觉得就是晚上会摄取大量蔬菜，然后我会把我的一天的淀粉摄取在我中午，然后晚上尽量都不要有淀粉。那像运动方面，会就刚刚小组有说看到你，对，在运动方面。我会做一些简单的棒式啊，然后会有八组动作，然后做三组，就是八组，一组做30秒到1分钟，然后再做三组，然后有时候儿子会到我身上做加重训练，在棒式的时候，对。对。国外哦，国外就是套用刚刚那个加减减，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吃太多油炸的。然后国外很常可以出去运动啊，然后晒太阳，所以我觉得好像运动的时间比较多。成效吗？其实我觉得差不多，就女生好难受，男生体重一下就可以掉好几公斤。5公斤有，对。那你一直是拉不出？我觉得他瘦比我多。嗯。那现在是胖肌肉回来了？有一些回来了，对。刚刚怎么两个一起在减肥？哦啊，好像比较容易多长时间？对。那他是会鼓励你还是吗？因为要告诉你。他会叫我不要害他的那种，对，但是有时候就很想吃宵夜，就觉得说算了啦，吃这个应该还好吧，然后明天再多动一下就好了。有时候会，因为吃宵夜一定要有饭才开心。那他会成功？偶尔，但是会碎念说不要害我。那你的宵夜会吃？如果既然都吃宵夜了，就是要吃 heavy 的。但是尽量不吃宵夜，但如果吃宵夜，我就会想吃当下想吃的东西。尽量会在一天，对，因为巨石强森他的菜单他都会有一个 cheat day， 所以我就会自己给自己找理由说这就是我的 cheat day。前面的 Romeo 第一次看到他煮完整版本，其他的反应，他的反应哦，他会那是我这样，然后就会很惊讶这样子，然后对。他为什么会愿意让他？为什么会愿意哦？可能因为大家都在那个环境下面，然后他玩的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，然后就想说把他捕捉下来，然后后来觉得哎，好像放进去也蛮有感觉的。对，他还好哎，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摄影师要很厉害，要抓拍他那些 moment。尽量。其实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因为它就是要很快速的燃脂这样。前几天杰伦有分享，就是你陪伴的人变钢琴，对。那你觉得你通常给他怎样的鼓励，或者他有耐心？怎么样给他鼓励？我就是一直在旁边陪他，然后可能烦他吧，然后叫他如果没有钢琴就要用唱的，把音符都唱出来，然后如果有钢琴就陪在旁边陪练。然后我觉得我在旁边他就会坐下，然后继续把这个东西弹完，但如果我只要一离开可能就会哎就是也飞走的。对，对，我只会说好再一遍再一遍，然后弹错重来，然后就是一直在旁边讲一些，说好再一遍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再怎么样，然后
杰伦的他没到，他会比较杰伦。他会走一种炫技路线，然后女儿就想说：“哦，我也要。”然后就会开始，对。他炫技不会。女儿不会，女儿会想成为他，所以女儿就也会想要来一个很快的。会。因为那天有个很可爱的，就是老师跟他说钢琴王子是谁，然后他就说钢琴王子不是我爸吗？这样，所以他是很以他为荣的，这样对。你说什么？是蔬果类？像高丽菜，然后花椰菜，因为绿色代表花椰菜嘛。然后红色的话，我就会吃像火龙果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很直观的。因为像青椒啊什么，我就比较不敢，所以我觉得以水果代替红色这样。然后黄色就有香蕉，然后有玉米啊那些，就是红色算是好吃的。对，然后我就会不会一餐吃完，我就会尽量一天告诉我自己至少吃到红、绿、黄这三个水果，就觉得至少有觉得自己有在馋的。那补充营养，还是会很正常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没事，我打烊了。真的真的。这愿望不是要。但是，没有没有，生完三个之后觉得差不多。对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我对。那这一次营养品，自己去吃嘛？你有自己比较习惯，比如说你习惯是什么时候吃或怎么样？餐前餐后什么？你觉得是最有？最有效维持健康。我觉得我会最一早吃这样，然后因为有时候它会有 vitamin B， 所以我觉得它会让我很有精神。如果很晚吃的话，我怕我会睡不着这样，所以我就会通常一天的营养，我就会在最一早摄取，然后让我补充一天的营养。因为如果你晚上吃，如果你晚上把它代谢掉，你隔天还是要重来一遍。对。你好，那我看到那个大个。说那个他的猜歌组，对，没有看吗？有啊，很好看。因为他也有看，对。那种就是特别火，因为他还特别转发。哦，这就问他的，对。那他也有看吗？对，很好，很有趣。我自己也在那边玩猜歌，对。在那里有猜中？有啊，当然。哦，对啊，如果你在旁边都可以猜到，对。应该会。对。差不多吗？谢谢，你有都猜对吗？谢谢，谢谢。